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你不回直接就来了？手机没电了。切，什么反差吗？看什么呢？ 你以后都会这样接我上下班吗？会。那如果加班到很晚呢？接。很冷呢，下大雨呢，刮大水呢，刮台风呢？都接。你怎么啦？那个同事和你关系很好吗？哪个？徐杰吗？眼睛被人打过那个男的。啊，林志存呐。 他那是特效妆，他是来公司谈广告的艺人。所以呢？啊？所以什么？你们关系很好吗？这个问题有这么难吗？还不错，有的时候会一起吃饭哦。吃什么？螺蛳粉吗？螺蛳粉只给你吃。 小气鬼喝凉水，小气鬼，小气鬼，小气鬼。哎，我要吃螺蛳粉。不吃，臭。不臭。 你这也太不健康了。你的也没有必要健康吧？让我妈知道了，非灭了我俩不可。阿姨说让我有时间去你老家玩呢。你俩还经常聊天啊？聊什么？她经常问我打麻将的事儿，我给她解释逻辑、概率，还有排列组合。真能聊，她能听懂吗？她就问。你要听吗？不用，谢谢。 怎么了？你不是说螺蛳粉臭吗？习惯了。 那既然你都习惯了，那你就勉强尝一点，特别好吃。它就是闻着臭吃着香，你尝尝。好吃啊，好吃，你就多吃点吧。啊，你说这个泡面如果放在螺蛳粉的汤里会是什么样？会是什么味道呢？嘿嘿，嗯，你吃吧，我吃。 螺蛳粉真的比泡面好吃，不臭了。给，谢谢你帮我刷碗。 谢谢你给我煮螺蛳粉。我发现你在家都喝茶。对啊，我爸爱喝，从小跟他喝习惯了。我妈跟我说过，你小时候是你爸爸带大的。我爸是做文物修补工作的，小时候跟他去他的工作室，有时候他修一个瓶子。
会一整个下午一句话也不说，也不让我说话，我就在旁边看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。难怪阿姨之前跟我抱怨过，说你爸把你脾气带得那么怪。我脾气怪吗？怪，但挺好的。嗯，那叔叔有教你补瓷器吗？简单的我会。那上次打碎的杯子就该让你补啊。哎呀，嗯，那你看到古董是不是一眼就能猜出个大概价钱？不能，但是我能看出大概的朝代。那我们去博物馆猜古董朝代吧。你想什么时候去？放寒假去。你放寒假吗？放啊，我本来以为今年不放的。那你回老家吗？回啊，不得回家过年吗？那你什么时候回？放假就回吧，我妈一直催呢。你呢？你回去吗？你都回了，我留着干嘛？那我晚点回去，早点回来。那你多晚去，多早回。不是吧？是你？司徒墨，我看不见你。我知道啊。你能看到我，我看不到你，这不公平。我是怕我太漂亮震碎你的屏幕。你这什么表情啊？你不要不相信啊。我现在就穿着吊带睡衣，非常性感。就怕你完全把持不住。墨呀，你有什么衣服要洗吗？没有。哎呀，你瞅瞅你这个裤子啊，都穿了一个多星期了还不洗啊。还有您这个脑袋，你看看都油成什么样了，苍蝇趴在上面打滑，蚊子趴上上面能劈了腿，还不洗澡。我真是造了什么孽了，生了你这么个懒惰的姑娘，这么大闺女了。完全把持不住。不接电话，不接电话。苏墨，我来了。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呀？我滑滑板呢，接电话影响安全。哦，我滑滑板了。你怎么突然会滑板了？就是突然会了。突然就会了？对啊，不厉害吧？那你滑着滑板怎么帮我拿行李啊？没事，我拿着滑板走。你可以吗？我觉得我可以。给，走吧。走吧，收吧。要不我帮你拿吧，我拿滑板。是。我来吧。我可以。好吧。咱们小区物业不错啊，一个寒假连垃圾桶都空换代了。我来帮你拿包吧。
我拿着行李，你牵着我的手，这样比较浪漫。归叶，我都说我帮你拿了，你还偏不要，我来。哎哎，我来，走吧。回家了。嗯，我拿着行李，你牵着我，这样比较浪漫。当我没说。你这都跟谁学的？没跟谁学。归叶。干嘛？我的行李你得还给我吧。哦，归叶，抱一下。归叶，你很浪漫。谢谢，司徒墨。嗯，我很想你。我在，停电了，是我把电闸关了。啊！这个是我做的首要发电机，这样我们以后就不怕停电了。这个是你做的吗？怎么做的？这个就是导体线圈在磁场中旋转，导致穿过线圈的磁通量不断改变，在导线中形成变化的交流电。磁通量的变化越快，电压就越大，电压越大，电流就越大，灯就越亮。那最亮是多亮啊？不会像现在啥都看不见的样子就是最亮吧？这个首要发电机只是我初步的试验，我相信在改进之后，能够达到正常照明的亮度。啊？你这个灯一闪一闪的，还得摇着发电，问题是还没我手机亮。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厉害啊，你现在这样子已经很会改良的。那我们可以吃饭了吗？我去把电闸打开。
都在房间里，他在干嘛呀？司徒墨，干嘛？要不要出来一起看电视啊？我工作呢。客厅本来工作。求救设计大神，谁能告诉我怎么把 PS 转成 CDR？ 怎么试都无法填充颜色。同球看不懂，你试一下直接拖入你想要的图层。试过了没用。我会。怎么了？大神，救命啊！不知道为什么转换成 CDR 之后就没办法填充颜色了。我看看吧。怎么样？你会吗？当然。那要很久吗？不知道，我试试吧。坐我床上等一下吧。要不然你转换好了叫我，我先回房间等着吧。你怕什么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那你为什么不敢做呀？谁说我不敢做了？你要是困了就睡一会儿，我处理好了告诉你。要这么久吗？我尽快吧。准备好了叫我啊。嗯，一定要记得叫我。知道了。司徒墨，起床了，我可叫你了啊。